顶顶，哦，你乖乖，终于给你拉回来了。亲爱的钓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哇，钓两天鱼，感觉这老脸又憔悴了好多，真的。白天太阳大，然后呢，晚上呢，做梦啊，暴户狂拉，根本就睡不着哦，那个失眠太严重了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水位，那每天的退水，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水位在这个地方，现在你看，我的，起码退了将近有一米了。今天是本次太平湖钓黄尾之行最后一个早上了啊、哦。来，哎呀，今天的第一条鱼来的好早哦，6点多钟，啊，双层鱼，谢谢啊，来给我送行的呀，入户，再来。来，哎呀，终于来了！我的天，这么小的黄尾吗？好小好小，还是等到你了啊！来，连杆了，咦，这条大，哎呀，哇塞，什么鱼？哇！终于顶住了啊！这条黄尾大，卯到的，哇，远的，四十这么大力，差点顶不住，卯到肚子了，说明下面黄尾应该很多呀，卯到的都。肯定吃那条没打到哈，摸到这一条，可以啊，又来，我的天，连杆了，连杆了，正口，呜呼，嘿嘿嘿，哎呦，连杆了，兄弟们，乖乖，赶紧抓紧搞生产，感觉下去就有了，现在。这条是正口的，有口，哇，哇塞，大烟扁。继续抓紧，赶紧的顶漂，漂亮，来了啊，哇，大黄尾，哇，这条不错，砸水吧，就要体验你这种感觉，哎呀，来吧，嘿嘿嘿，哎呦，漂亮漂亮，这不就连起来了吗，兄弟们，这不就连起来了吗，来，又来喽，大黄尾，漂亮，哎呀，呼呼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，通体雪白，你看看多漂亮，漏了一条，这个大，
这个看来是不错哈、哦。嘿呀，这不是好起来了吗？哇哇哇，扎水！哇，漂亮！哎呀，到处乱窜。漂亮，哇，大黄尾，来吧老弟，哎呀，哇，大黑漂，咦，这条不小，看看弯弓，看，给你看看，啊，弯弓，嘿嘿，哎呀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哇，这条棒棒，这条大。哦，漂亮，大黄尾啊，一斤多，肯定有的。哎呀，孩子，孩子得发力，你看看。啊，啊。来吧，大家伙，真有劲，真有劲！哇吼，这条大，这条是目前最大的一条了。我的乖乖，来瞧瞧，这多大？哎呀，这条大，所以刺口好猛的，咔嚓一下就下去了，真口，哈哈哈！大不大？大不大？兄弟们，我的乖，两个手掌都不止。下步，顶，嘿嘿嘿嘿，又来了。现在不是顶漂就是黑漂，酸酸酸酸，顶顶，哎呀，我的乖，终于给你拉回来了，我也是毛到的吧？怎么这么大劲？你是黄尾，不用看了。哇，毛尾巴，难怪了。倒车，倒车，这手这么大劲，差点没拔住啊！兄弟们，你们还不来？你看那三个位置一直给你们留在这里的，你们又不来，哎，这看我一个人在这里拉了。继续走，你来，我这个漂漂向大，这个顿口好快呀，这个黑漂刷一下就下去了。哦，好的，来，我又毛到，又毛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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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、啊？不会吧？啊、哦，过瘾，刺激啊！看看是不是毛到了。毛到肚子。哎，哎。毛了有几条了？我现在是平水钓两目，这种情况还会毛鱼吗？这条鱼我必须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有谁钓到过的？
太平湖的大石斑，还是正口，一切皆有可能啊！只要鱼竿在水，应该是要叫我回去了，回去钓溪流钓、钓石斑、钓溪哥去了，是吧？钓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上午10:30。说实话，今天那个口啊，从早上来啊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继续在这里钓，到下午某个时候肯定能狂口，但是我已经收好、收竿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昨天和我一个兄弟哦，约好的，今天呢到他这里去玩一下，他就在附近，谈一下这个今天这个鱼情啊和这个感受。1.5斤、2斤那个大欢尾啊，有一条钓起来真的是好过瘾，特别是毛道鱼，虽然毛道鱼呢技术不行，但是毛鱼过后啊那拔河我觉得才叫过瘾，是吧？真是非常的开心呢、啊，手感满满，展示我3天的鱼货，好，来。展示一下，哎呀，必须先让你炸飞！我这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基本上都是今天钓到的啊、哦。走的时候呢，媳妇给我一个桶，是我给她装满，我没有那个实力啊、哦，多打点水。但是这个鱼货。媳妇应该是满意的，我感觉啊。喂，快！这条，哎呀，哇你！看，这条2斤重的有啊。装备已经收拾好了，鱼也带回家了啊。你看，叫你们来你们不来，本来接我窝子，今天肯定是狂拉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。下次我们再来太平湖的时候，那就是干大草鱼了啊，拜拜。